今天天气好好啊，对吧？好好。但是风好大呀。凉快吧？很凉快。看一下我婆婆在前面，带的这个老奶奶混熟了，每天就来她这里挖菜、摘菜。婆婆家都是吃的她家的自己种的农家菜。김치응김치엄청다오사모님파는거예요예아니야아니야안팔어이아들딸주실날있지아들딸이몇남매신데우리사남매他家的好多种了好多菜뭐예요이게응볼미나리심으신거야와他家好大呀这全部都是他家的할머니여주있어요我问一下他有没有苦瓜丝瓜什么我婆婆说这个是豌豆全部都是他们家的他们家这么多地哇哦왜따라와我儿子要在这儿找虫子文强我不去你自己去你妈妈说要5000块的你去看一下5000块摘了一大篮子吓死了这那么多5000块你看一下哇纯天然的这一大袋子都才5000块哦兔子的家变成2层楼了本来是在地下哦土马里呢嗯看一下那个5000块的真的值超值刚刚那个奶奶说她说哎呦你有两个孙女儿啊她说我也是我婆婆的孙女儿哎呦你家孙女儿这么大了的我婆婆说那、什么孙女儿啊是我儿媳妇她说这两个孩子都是她的然后她吓了一大跳呀又是喂兔子又是喂牛这个牛又不是你的面啊干嘛呀牛又不是你的脏死了身上不要弄过来脏啊我面啊很脏赶紧下来可以走别人都戴手套的你也自己用手我婆婆刚刚把那个买的那个5000块的那个萝卜叶子再这样把那个萝卜的那个根去掉她问我她说哎，你们中国有没有这个我说我们中国都吃萝卜呀哪吃萝卜叶子的萝卜叶子都是给猪吃的在我们超市买20000块都买不到20000块钱都买不到这么多我婆婆说要给蜂蜜给我她说从乡下拿过来的蜂蜜说让我把这个拿回家和人参一起把人参放在这个蜂蜜里面然后弄给我老公吃她说这个是补品补药让我给我老公补一补两个啊就细过了啊就过了是等一下去买超市买点人参把那个人参晒干了然后放在那个蜂蜜里面给我老公吃说要我给我老公补一下等一下去超市吧去超市买人参又在那里看车我的天我本来都要回去了然后我婆婆说你不要走我还给你煎一个泡菜饼你吃了再走现在给我再煎那个泡菜饼明天你都먹을수있지이거반죽왜잘라고있어这个奶奶她把那个掉在地上了아까워你不用可惜快点吧姐奶奶又在弄你赶紧把这个吃了马上我吃明天赶紧过来不辣不吃蒜哇这个泡菜饼真的好好吃啊对吧外面是脆的里面是那种很哦，我看到他这个小区里面
有来了一些就是那种游戏的，就是来小区里面卖东西的这些商家，就是摆个摊儿，这样等于说就是摆摊儿。然后今天好多啊，我们去逛一下先。这里看到很多好吃的，猪蹄、炸鸡。妈妈，西瓜。哦，西瓜。香蕉。那我吃冬蹄。冬蹄。好的。哦，你那呀？能在哪呢？不知啊，小狗狗。狗狗。还卖玩具的。玩具狗狗。哦，抬个呢？哦，一道。我的手。你不能把你看我起一个一点。好的。哇哦。哇，最近小区里面都。那什么糖葫芦啊，糖葫芦。你要吃吗？好，这里卖什么呀？卖面。那是什么？汤水。哦，这个也泡面。哦，一样的。各种各样的吃的，还有衣服呢，还有头发的，哇，很不过的手，很不过，米娜宝宝，妈妈，这里看，我的，来来，啊啊，你要吃这个呀？啊，我们在外面的哦。哦，大腿，真的，我看一下。哦，大腿。你家你盘。好。一个娃。啊。好吃吗？他们这里是每个星期三，然后都来这个小区里面。啊，挺好的，我觉得。我也。挺好玩的，是吧？